小鸡走来叽叽叽叽叽，小猫喵喵喵，小鸭游来嘎嘎嘎嘎嘎，小狗打着滚汪汪汪地叫。农场里啊，真呀真热闹，到处都是歌声满天飘。小鸡走来叽叽叽叽叽，小猫喵喵喵。第一组的小朋友做好准备，来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善意有吗？丽丽，五四三二一，哎呀，没来及说啊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游戏继续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艾玛，老虎。米娅，老虎。哎，重复了，很遗憾，米娅也休息一会儿啊。来，我们善意和艾玛继续比赛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善意，狗。艾玛，猪。继续，狮子。艾玛，五四三二一，啊，五秒钟的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一组我们来看一看，首先恭喜丽丽获得一朵小红花，米娅获得两朵小红花，艾玛获得三朵小红花，善意获得四朵小红花。好的，恭喜各位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其实在中文的这个象声词，动物的和我们西方的很多都是不一样的、嗯、对吧、哦、我们可以 PK 一下 PK 一下。对，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西方动物的象声词的差异。对，狗狗、中国就是汪汪汪汪汪汪，对，我们是 woof woof woof。 对对对，西班牙语不一样。对，不是，这不是不一样，这是狗的类型不一样。对，中国也有那个小鸡娃娃，就对呀、啊，也有发汪汪汪汪汪汪汪。